那今天的这个开得蛮舒服的，小小颗圆圆的，比肯亚人都小颗，很漂亮，直接开一桶就轰一桶，对不对？今天买超划算的啊，情人节才有的，对，两棒直接送半棒，哪有人这样子卖蓝山的？应该比较少，全世界只有我们吧。而且我们有什么蓝山特制的？哇，还有花哎，闷久一点。刚烘的还是要闷久一点，刚烘的它气比较足，比较足的话它味道会比较被掩盖住，因为它是好豆啊，它比较不会说闷到会有涩的感觉，对吧？有些人不喜欢喝罗布是因为它容易涩，